哪款 PDF 阅读器最好用？我的答案是这款 UPDF。市场上 PDF 工具可能有上千款，有主攻阅读的、编辑的、格式转换的等等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但就我最常用的需求 ，PDF 文件阅读真正好用的只有 UPDF 这一款软件，它很少做推广，可能知道的人不多。因为我平时主要阅读的 PDF 文件有文献、外刊、研报资料这三类，所以除了需要阅读器轻巧、简洁、无广告外，还有一些编辑、注释、高亮、格式转换、分割、合并、加密等需求。 UPDF 把这些功能做得又齐全又好用，满足了我对 PDF 的一切需求，让我无论是看文献、外刊、研报，还是查阅资料、评审文件、会议纪要，都能很效率。另外，它的电脑、手机、 Pad 多端同步，纸质文件 OCR 识别成电子版的功能，也能帮学生党、科研人员和职场人士大大提升 PDF 阅读效率，节省精力。 Nice。